欢迎收看《台湾望春风》。哎呀，年纪这个年纪，安尼摇，敢袂歹势摇啊？袂啦，听到这条歌，我就想到迄古早时代哦，咱咧足久足久以前，咱跳跳安尼扭扭舞，嘿呀，系呀。安尼，咱讲对这条歌，我想要问你一句话，就是讲你是女生嘛，吼？对啊。用你女生的观，当然同性相似啦，吼。啊，不过你就讲话较实在讲，你若看到一个水姑娘，你会安怎形容她？形容她？就是因为你虽然真水，但你看到你会弯倒未？袂，我哎，水水水，我看身躯边老人啊，紧。我讲水水，我听起感觉无啥新意咧。我进来看，迄个水哦，迄个水哦。不，你按你来讲，遐当面要甲学了，你会感觉安怎？你会讲安怎？我歹势甲学了呢。啊，安尼哦。系啊。不过我会两人静静看了遐。好好，你甲我无共款。对啊，啊，你看到对啊，那就。我来看到水果娘哎呀，我无共款，我会看晶莹。像那个。我看伊边啊，有一个汉奏真好个男兵，我就算啦。输啦。骂得好。好啦，咱来欣赏。我那跟这类有关系的，就是水果，水果的歌，什么安详啊？来，你欣赏。